Ready.假设事情的起点就是陈东和曹子交易，但是曹子黑吃黑对陈东开枪，同时陈东这位化学老师刚好可以指导俊伟制造毒巧克力，去帮俊伟喜欢的古佑星毒死燕贵他那只狗，最后可能曹子也爱吃巧克力，他看到阿 Q 在吃巧克力他就去抢来吃，可惜他抢输了，所以他逃过一劫。这就是为什么巧克力的包装纸上会有曹子的指纹。以上就是我们依照目前的线索推理出来的结果。